顾家不简单，拔草、挖土、种树，极致公权都自己来，配合世界地球日清理环境，增添新风貌。就是有一些水泥块跟砖块，啊，它埋在这里，我们要种树哦，这个会影响那个树的成长。脏东西哦，就是清干净，跟你们的心灵一样。志工们排成一列，接起树苗，小心翼翼地种下，就怕伤了树根。他们也发挥古人的智慧，把芒草当作绳子，捆起杂草，方便又环保。把贺哥来去捡那个麻，那个塑胶袋，什么塑胶水，别人都不用，这是很自然的。小动作也能影响周遭环境。慈济志工叶春兰只有一只手臂，也要为了地球的健康努力。另一边还有志工绑着护腰种花，即便汗流浃背，也不停歇。只有种树才能真正落实那个爱护大地啊！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叶言玉、连建新、余年峰台北报道。